试一下这个新买的黄油，哎呀，油腻点。重点是书包里的东西，一书包便利贴。为了我，为了我们小组做最大的贡献，就是当个苦逼。我们经常走在这些就是很奇奇怪怪的小道里、小巷子，会找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店。对的。看一下菜单，我想要吃这个。好舒服的风。你看，又来了。吹着两个神经病。哎，又来了。哇，好舒服哦。上次买的玉米味的超好吃。好吃，你吃过吗？我没有吃过。这个好吃吗？我觉得还可以。选一个，是吧？大秃头，那我放哪儿啊？我们都有自己看中你的，就是谁也别管谁，你也别抢我的，我也别抢你的，好吗？这边都有中国调料了。我今天挑战一下这个半成品吧。为什么这个不打折？是不是因为一定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很新鲜了吧？那我们当然要吃个不打折的吧，也不差这一点点两千块钱。差2000块钱。哎呦，好重啊！救命！都好吃，都好吃，都不同牌子的，不同牌子。吃了这么多次，我发现我根本不喜欢希腊酸奶。这不是希腊酸奶，这是比斯铁，就这种。不是，这是原是甜的。不可能的好吗？好姐妹好吗？啊，好的。我已经感觉到我很重了。我也觉得，就是只能这样了。再买水多利口子是吧？推动有点难推动了。吃部队锅了。
好香啊，这个火太大了。肋骨稀碎，家人们，稀碎掉进去了，但是没关系，反正都是进我的嘴巴里。早上好像吃的有点多啊，今天尝一个新买的黄油，好多韩国的博主都有推荐这个黄油，怎么拆，拆得更体面一些。超可爱吧，看起来像糖果一样。来一颗，看一下我今天真的吃很多吧，拿铁，还有昨天买的酸奶，噔噔，玉米希腊酸奶，香。자그다음에우리가지금여기서또알아야지되는단어하나가우리가이제동물이선생님下课了，然后今天的晚餐吃这个辣炒鱿鱼。옛날에는환갑하면잔치했거든요그래서이런사회학적관점으로관
好的。狗狗，有吗 ？OK。姐妹摸鱼，也不知道是在上课还是在看照片。因为我会把这段放进去了，剪掉。我们考的中职业要得到了，我很也是热关的这种。哦，你对镜头下一个。哇，真是赏心悦目。我的妈呀，这个 pose 真帅。这是我他唯一一张合照。没有男生塔呀，啥都看不到。看不到这些。不像某些人跑了一公里就休了三天，休息了整整三天。太开心了，明天可以吃火锅了。可是要上课上到6点钟。所以还是没决定吃什么吗？